妈，嗯，饿死我了。哼，一回来你就跟着喊饿，饭还没好呢。你先去洗个澡去，你看你那一身的臭汗。行。嗯，我爸呢？说是见个客户就走了，咱不用等他吃饭，指不定几点回来呢。哎，燕峰，嗯，你说你交了女朋友，也不说带她回家来，让妈给她露一手。他呀，非要加班，说做云兰项目的那个总结，说我说陪他吧，他嫌我烦。啊，我这么帅气的儿子，有一天也会被人嫌弃。哎呀，看来还是我这未来的儿媳妇给力呀。嗯，行，等他忙完了，把他带到家里来，让妈妈给他做好吃的。行，就这么定了。快快去洗澡去。行，妈，那我去了啊。哎。今天是个好日子，想的事儿都能。今天是个……哎，你说这帮人一个个上班的时候准的跟个时钟一样，怎么知道玩的时候都不来呢？是我们太积极了，今天又不上班，你来这么早只能卖苦力。不是，我说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儿搬点东西有什么好抱怨的？人彤彤自己这么多东西都是自己搬来的，人家还没抱怨。哎哎，你们看啊，彤彤还有东西呢。哎哎哎，等一会儿还有呢。我小姑，来去，快快！哎呦我天哪！我帮你吧，给江河吧。好，赶紧上车。谢谢。彤彤上车吧。啊，走啊。哎，还有没有了？什么呢？没什么。哎，峰哥，你这盘了这么多都是什么呀？啊，我这是野炊用的东西。来，我帮你。啊，不用不用。严峰，啊，你这袋子里装的是帐篷吗？啊，对，是帐篷。果不其然，人都到齐了吗？没有，还差一个糖果。哎，那不是糖果。哎，糖果，你快点，就你最迟了。我没有迟到。早来一会儿帮帮忙也行啊。嗯，你也想太多了吧？行行行，赶紧上车吧。跟史书院走，你走错了吧？哇，今天的文化真可怕。Hello， 有人吗？喂，你好吗？有人吗 ？Hello， 这么安静啊？有人吗？看来没有，了无人烟，这就是咱们的目的地。这什么地方呀？咱们不会就在这团建吧？这也太安静了，连个人影都没有。董事长让咱们来这儿好好放松放松。嗯，我估计啊，他是让我们修身养性来了。哎，要不咱们换地方吧？这地方看着不怎么好玩的样子。董事长让我们来这儿，一定有他的道理。咱们就这么回去了。不太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走，兄弟们，带你们去吃好吃的。走走走走，饿一路了，赶紧走。下楼，哎，别走啊！下南路。哎，林毅，林毅，小李，朱哥，我说你不是吃饭吗？林峰不走，我敢去。陈毅，陈毅，陈毅，救命啊！怎么了？啊，有狗，有狗！我有什么好怕的？就是。那有猛犬。哪有猛犬？哪儿呢？一般像这种大院子啊，都会养几只大狗看家护院的。那怎么进还不进？叶工，嗯，要不联系店家出来接一下吧。嗯。
这得有猛犬吧？大锤，哎呦，我怎么欺负你？好可爱啊！哎，你们就是今天的客人吧？嗯啊，那跟我来吧。走吧。嗯，那有猛犬。这是猛犬，哎，我都准备为你两肋插刀了，我。哎，快快快！怎么了？不怕。这太酷了吧！这是那个 NGX， 我知道 NGX， 我在书上见过。哎，你们说是谁把这么大的模型放在这儿的？这个车头也有点像西班牙的 AVE。你们也有兴趣啊？谁呀？你好，您就是董事长提起那位马叔吧？是啊，幸会幸会。这是您买的吗？这肯定是造的，谁家卖这个呀？这是什么材料？这是？您的车头仿的是子弹火车吧？是 NGX。仔细看车头的设计就知道，这是东岛的设计。能上去吗？里面也是钢比例的吗？这个啊，是我当年在做过东岛的 NGX 以后，花了5年时间制作的高速动车模型。5年，您就做了一次车，您就花了5年的时间来做这个模型？哎，哇，那时候啊，咱们自己只有跑几十公里的绿皮车，哪见过像 NGX 那样又漂亮跑得又快的车啊？我是坐过一次就爱上它了，后来我来来回回坐了好几趟，回家以后过了很久很久，我还记得坐车的那种感觉清清楚楚的，我一直忘不了这种感觉。我总是在想，我们什么时候能有这么好的车。后来我在一次车展会上遇到你们董事长，相见恨晚。我跟他开玩笑说，我想在自己家里办个车展，把先进的车型给大家看看。没想到一个玩笑居然还成真了。那时候的 NGX 是世界领先的技术了。是啊，而且真实的体会比任何描述都来得更加震撼。哎，大伯，您这个悬挂的位置好像不太对啊。这就是个模型，模型还讲究这个？模型怎么就不讲究？这当然得讲究了，那会儿 NGX 就能跑这么快，电机悬挂怎么会用这种方式呢？那听见没，叶工，那您说这怎么悬挂？要我说，这个悬挂系统本来就是在下面。 NGX 的测试网上都有，没什么技术含量。叔，看到您这个模型，发现我们要学习的不光是技术。哎，洛英已经把菜准备好了，大家快去吃烧烤吧。好啊，走吧。没事，我们再看看。哎呀，等吃好了再研究吧。我们不着急。不，你们先吃个饭还要三请四邀的，真是。走吧，从来没有咱们在客户上觉得吧。没事，叶工你先去。你们怎么都不动呀？我一个人可忙不过来，要不帮帮我呗？走吧。老刘，哎，老刘，走，吃饭，吃饭，我不饿了。人是铁饭碗，一顿不吃饿得慌。走，哎，吃饭，吃饭。陈岩，走吧，吃饭。咱们江车已经国产制造转变为自主创造了，以后也能造出像 NGX 那样的机车吧？那肯定的，我们一定会造出技术领先的机车的。对，早晚会的。您的项目完成，信心倍增啊！咱们加油呗。你先去洗菜吧。不是，那你怎么不去？他怎么不去？行，老规矩。谁输了谁去？行吗？来，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石头剪刀布，件儿啊，真是。Yes， 赶紧的，愿赌服输啊！行，拜拜。等着啊，快去，快去，快去。考差不多了吧？笑死我了，这个。来来，我来吃吧。还有什么没考啊？我跟你们一块儿洗菜。妈说，我跟你们一块儿洗菜。你会洗吗？会会会。够了，别那么闲，撒点老味道。哎，妈说，您在这儿住了多长时间了？来来来，算算，大概有八年了吧。八年了，那您一个人在这儿住这么长时间，不无聊吗？这个点儿没有城市里的污染和噪音，再说啊，有我的达令陪着我多好啊，天天开心着呢。达令？是啊，我的达令啊。这就拉了，这个好了吧？哎呀，现在年轻人连菜都不会洗，你一边去玩去吧啊，别添乱了，去去去去。还有这儿，走了，要不然他不会洗。咋了，王红娘？咋的了？我失恋。不会吧？完了，那我也失恋了，我这。别忙活了，过来你吃吧。啊，好，你们先吃吧，我们再烤会儿。来喽，小心。来来，真的。彤彤烧烤手艺不错呀，一看就是烧的色香味俱全，谁要是娶了你谁有福气。可是有人不知道珍惜啊。啊，哎，以后不许你们再笑话我，这要是被追我的人知道了多不好。不是，哎，有人追我们彤彤了？谁追我们彤彤啊？就不告诉你。啊，今儿晚上某些同志得伤心了。哎呦，没有，咱一起敬伤心的人一个，来来来来来，这个这个。哎，天一，这哪个是你烤的？这个。这都我吗？这能吃吗？这个。本来就不是给人吃的呀，给你吃的。吃就吃。哎呀，都糊了你还吃？我本来也没想吃。烦人。大力，大力，来吃饭，大力。哇。那好可爱。哇。哇。哎。哇。来，吃饭。哎，他就是达令啊。那还有谁啊？啊，没事没事，我们以为呢。哎，你不喜欢狗啊？哎，达令，跟大伙打打招呼来。太可爱了，你让我抱抱行吗？行，你慢点啊。真像啊，亲生的干儿子。你是亲的。你不是不喜欢狗吗？谁说我不喜欢了？嗯，不喜欢小动物是那个吴江河。哎啊，哎，叫爸爸。真像。各位父老乡亲们，吃饱了喝足了，咱们一起玩游戏吧。好，来来来，我提议啊，我们玩数独吧。数什么独？丢手绢、捉迷藏、击鼓传花。哎，这个一点意思都没有。我觉得啊，哎，你们觉得变魔术怎么样？方便鸡是吧？魔术？你还会变魔术？啊，你干啥去？要不？我找个地方单独给你表演，他们都不感兴趣。谁说我们不感兴趣？特别，我们特别感兴趣，感兴趣，啊，感兴趣，来一个，来来来来来，表演一个，表演，先开始一个表演，好好好，你们逼我的啊，别怪我了，来，随便抽一个，这个吧，好嘞。
用林工和洛英做比较，才能看出咱研究所女生的优点。嗯，郭学文这个主意真的不错，赶紧开始啊！开始呗。哎，不是，咱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就是，没事。有什么不好？咱们这是在研究。我说，咱们都是靠脑子吃饭的，咱们由内而外的。由内那就是性格，是吧？好，情商好，洛英完美好，我们林工也完美，略，怎么就略低了？不是略低，就是低，略低级。不是智商，林工比洛英智商高，这个没意义吧？一比一打平了，就是，你们就属于完全站一边。这俩人外貌比较的话，林工比洛英差点。对，我觉得林工更漂亮。我也想比较，但是你跟洛英比起来就不行。啊，下一票，差不多。对对对，智商绿，洛英未知。也可能可爱到你这个工作到第二天皮肤上跟我这个常年有黑眼圈重复了，那你按我这个来啊，人工智商肯定是第一。你这个撑死了就是我的子集，按我的。我觉得我们应该用数据分类法来做一个系统的总结归纳。我觉得行，这样公平。嗯，然后分几个大项，比如说外貌类型，然后性格类型、职业技能类型等等等等，然后每一个大项再分几个小项，你们觉得？来吧，可以。不对，你要这样的话，每一项占的权重不一样，咱应该按比例。但是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不管我们怎么算，最后你肯定要得出来一个最优算法啊？对啊。你这是简单的，直接上公示，有道理。来吧，来吧。你是和自己的脸有仇吗？小姑娘懂什么呀？哎，来来来，给你也来点，让你变得更有女人味儿。你这家伙真不识货。哎，我跟你说，这个补水效果特别好。哎，这女人啊都是水做的，你就得水水嫩嫩的才招男人喜欢。打住。成年女性身体水含量大概在50%到60%，这和女人味没有关系。这怎么没关系啊？就算身体含水量100%，这跟小脸是不一样的。这男人呀都喜欢美女，你看看你这小脸干巴巴的，你还指望别人被你的内在所吸引呢？来来来，海藻叫醒水，叫醒你的美。行吗？也别浪费了。真一，你怎么觉得你今天一天心不在焉呢？我在想 NGX 设计者看到模型会不会感慨。你这小脑袋瓜里啊，除了想机车没别的可想吗？想什么？连峰呗。他有什么好想的？天天都在那儿。你刚才吃饭的时候，你那话什么意思啊？有男生追你？真的呀？快，跟我说说。哎呀，我就是跟你们开玩笑。谁让你无骄傲不识趣？这种事情确实得好好考虑，不能再像你之前那样了，头脑发热。头脑发热，我头脑发热只能有那么一次。那个不识趣的吴江河，我以后再也不理他了。不过真一，我觉得吧，有的时候头脑发热一次是对的，你可不要太理智哦。什么意思啊？哎呀，反正也没什么意思。哎呀，也没什么。哎，要不我们出去走走吧？
现在是啊，那么早睡也怪无聊的，你陪陪我吧，行吗？行行行，反正现在我也睡不着。走吧，走。真行啊，外面动静那么大，他们睡得跟死猪一样。已知林真一求证是否性感。真一性格暴躁，胸部太小了。哎，真一，咱别看他，咱回去吧，走吧。我有个办法。什么办法？怎么样？想啊，小婉，我去上厕所吧。嗯，我也去。刘工，刘工，少爷，少爷。嗯。哎。国光，看这个。不用了。忙啥？啊，尿急，尿急！哎呀，江河。怎么了？起雾了。回屋睡。嗯，你咋了？我脸上有东西啊？没有。啊。哎，墩儿，墩儿，你咋睡这儿了？墩儿，墩儿，醒醒！你不躲我？喝多了。落枕。
去，然后去那边找你。彤彤找我干什么呀？不，你刚才是从哪过来的？啊，那边那边。哦，对，那彤彤就从那边过去，找你去。要不要？啊，没事没事没事。我锻炼。哦。你找我？我没找你啊。啊。哦，那个林工和彤彤刚好像找你，然后他们刚哦对，还蒋华，啊他们刚好从这儿过去了。你要不要过去看一眼？刚过去，你现在过去的话，应该还能追得上他们。那你在这儿干嘛呢？哦，峰哥找我有点事儿。哈，这么巧。郭公也约我在这儿，但是他说是比较私密的事情，所以不太方便。要不然你们换个地方。郭公哥好像也跟他们一块儿，好像是约了你一起吧，在那边怎么样一下？啊，你现在过去应该赶上。算了，也不是什么大事儿，算了。嗯。行，峰哥，还没睡呢。那，哎。峰哥，你约他什么事儿？不是，我说今天天气这么好，你应该会约我有点什么事儿。哦，嗯，要不然你们去那边，我那边聊挺好的。那个哦，那个林工今天看起来心情好像有点不是很好，是吗？我下午看见他的时候，他就行了。你们两个别演了。这样，我给你们朗诵一首诗，你们就全明白了。快吗？我一听好了啊！啊，我喜欢你。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起，我就深深的爱上了你。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肝。你是我生命中的二分之三。这都什么情况啊？来吧来吧，上来吧上来吧。慢点慢点，老蒋踩我手了。你们两个怎么也在这儿啊？什么情况啊？你手没事吧？都聚齐了是吧？你们一个个不觉得可疑吗？哎，你们都有啊。你们呀，被耍了。喂，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大概两三个月吧，还挺能扛的。再这样拖下去，你就要彻底的失明了。医生，我眼睛到底怎么了？青光眼，必须尽快手术。尽快？那意思就是说不用马上做是吧？你还想拖下去？你的眼压很高，已经快到临界点了。医生，这样我问一下啊，这个手术最晚什么时候可以做？越早越好。我给你预约一下。哎呦，最近20天手术都排满了。行，那咱们就安排20天以后的。好吧，先用药，降下眼压再说。注意别再过度用眼，我已经给你安排预约手术了。哎，谢谢。来，志刚，看你这两天忙的。我特地给你炖了点牛肉，谢谢妈。嗯，志刚啊，哎，明天能不能腾出半天时间来啊？有事儿吗？你就说能不能吧。半天儿估计悬，要是一两个小时还可以。一两个小时，那成了。明天上午你到公安局办事大厅来。公安局？啊，出什么事儿了，妈？
姥姥带我去办护照，没办成，说是要爸爸去办。对，就这事儿。妈，上次不是说好不去非洲了吗？谁说不去了？非洲一定要去的。我不同意啊。那您岁数也大了，阳光岁数又小，去那边太危险。不需要你同意，要不是阳光的护照非得直系亲属办理，我根本用不着你。妈，您看这两年您想要什么做什么，那我都支持您。当然这些年您也没提过什么要求，我挺亏欠您的。可是您去非洲这事儿，我不同意。我为什么不能去非洲看看我女儿？阳光为什么不能去看看她妈妈？你给我个理由。您看您这都上了年纪了，阳光岁数又小，这长途跋涉的，您这腿脚又不方便，这理由不成立。哎，我又不是老的走不动路了，为了这次团聚我可是做足了功课。哎，看见没有，这是专门养护膝盖的，我吃它很长时间了，我的腿脚好着呢。再说了，平常你忙的时候我们祖孙俩什么没干过，我带着阳光到处去旅游也没见你这么急这么拦着呀。可毕竟这是要出国，不是在国内，而且语言又不通，那人生地不熟的，这……哎，你不是没看见我不是努力跟阳光学习英语吗？是吧？不只是语言的问题，王琴在那边工作那么忙，他也没时间照顾您啊。我们知道他忙，我们也没指望他呀，是不是阳光？对，我们靠自己啊。那就更不行了，万一要是有点什么事情，王琴工作那么忙，我在国内又反应不过来，妈，您再忍一忍，她过一段时间就回来了。我女儿能去非洲，我为什么就不能去非洲？哎，再说了，王琴当初一个人去非洲，也没见你这么拦着呀。哦，你倒是不心疼媳妇儿是吧？我拦了，我拦得住吗？妈，您不是不知道她的性格。而且这次他是替国家去个非洲人民建铁路，他也是个高级工程师，那去了他不成啊。你们的事儿我不管，反正明天你去把阳光的护照给我办了。妈，您听我说。我不听。哎，明天上午十点你准时到公安局办事大厅来。不吃。哎，姥姥，我也不吃了。君毅，想不想我？哎呀，不是说好了吗？在公司别这样，被别人看见影响不好。外面连个鬼都没有，谁还能看见？我今天啊，是特意给你带来好吃的。什么好吃的？我妈特意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东西，爱心晚餐。看，虾。饼，还有肉。哎呀，干嘛这么麻烦心仪啊？我也不饿。怎么就不饿？这都几点了还不吃饭？我喂你啊。不用，我自己来就行，我自己吃。来。嗯。啊。吃虾。哎哎，你是老鼠的呀？这虾挺大的，被你一剥完就变这么小了。行，那你以后啊就连这个虾皮虾线一起吃吧。你敢？不敢。嗯。对了，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转向架是怎么一回事？你开始研究转向架了？哎呀，多学一点总没错嘛。正好不是你也来了？那你白天怎么不问我呀？白天是工作时间，现在呢是自习时间。行，那你呢？答应我个条件。嗯，这个周末陪我约会，我就告诉你。